来到澳门站，我们也希望就是经过上一站的比赛，在澳门站可以得到就是新一轮的锻炼吧。因为这一站的队伍还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强的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来到这一站更多的是想学习锻炼，就是在场上可以增加更多的比赛经验吧。然后，自己也希望也能得到一定的提高。对这个澳门站有什么？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全力以赴给球迷一个就是很好的比赛环境吧。